有几部戏啊？哪几部？就是那个《龙须沟》啊，《龙须沟》我也看过啊，《茶馆》《茶馆》出五部啊，中外知名。哎，《骆驼祥子》好，《骆驼祥子》这是反映旧社会啊，啊，这个穷苦人呢找饭吃难，真是这样，就是拉车呀，啊，拉洋车呀，哎。后来这车厂子的有个姑娘叫虎妞，对，有那么个人物啊，嫁给祥子了啊，祥子拉车，嗯，连这虎妞全养活不起，一个人养活不起一个人。最有一幕戏啊，叫人难过呀。哪幕戏啊？有一场戏是有一个老头拉车，在冬天啊，冻饿而死。说那句话叫老啊，打窝了，找不着饭吃。您说老舍先生写这个是旧社会的普遍生活真实，还真是这样。不过一个个别拉车的不一样。嗯，你看我们街上住着一个，那个拉车的算有能耐的，他不但一家子三四口人都能养活，而且还能多挣钱。他拉就八口车。哎呀，这我不懂，什么叫八口车呀？啊，这点您倒不懂了。嗯，八口车是什么？这个车站呢、码头啊、旅馆呢、专门在这个地方放车，有十几辆车，他们等于独霸这个地方，外人进不来。这时候拉车呢，来个老客，他会当向导拉车，这一天要挣个两块三块的，搁那时候能买一袋面，养活三两口人，一点问题没有。您说这是少数的，还有能耐的。就拿我大爷吧，也拉车。哦，你大爷也是个拉车的。我大爷是乡村人。哦，农村的。家里的闹灾荒，哦，旱涝不收，嗯，饿得找我来了，哦，到我这一瞧，我说咱做买卖没本钱啊，我说您在这儿我可养活不起啊，真是，卖福利金您行吗？啊，卷木嘛，行，卖福利金用嘛呀？你说干嘛去？干什么？我说卖福利金，也就是拉个洋车，啊，行吗？你看那街上拉车的。血腥啊，来拉车有嘛呀？看不起啊，不就是俩轱辘俩棍儿，有个小箱子拉着人家跑吗？什么叫小箱子拉人跑啊？看着倒挺盈利啊。我说你要既能拉车，我给您保一辆车吧。租一辆吧。租一辆车得有保人呢。哦。我门口有个车长的跟我认识。是啊。没用保。哦。车长的掌柜的一看我大爷这模样，嗯。好车也不敢给的，为什么呢？怕丢了。真是，那阵买一辆洋车也得二三十块钱了，钱也不少呢。墙皮角扔了一辆货车，哦，给我大爷拉去了。是啊，这辆车什么模样呢？没法拉。是啊，跟半车把，跟半车把，接了半截扁的。您瞧这臭味，一个轱辘有带，一个轱辘没带啊。车上车垫啊，没那座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拿我孩子一屁股帘出去了。你瞧瞧这份臭货，压着这车把，嗯，穿这鞋也不错。这鞋是？一只破棉鞋，一只是破油靴。还一只一样一只。这油靴底儿全掉了，拿绳子系着。呵，学习干净一点，人就不顾他那车。真是这样。上哪儿了？啊，天津有一海河呀。啊。东府桥那儿。是早晨菜市，哎，又叫菜道子，上那儿拉菜车去了啊，拉了一趟菜累了，嗯，没地方去呀，啊，找个旮旯那儿歇着。是，有一位打一宿牌，哦，回家，嗯嗯，一瞅四外没车，怎么办？得就这辆凑合着吧。哦，看见你大爷那辆车了，什么车？嗯，我，瞧这味儿，拉什么呀？啊，拉多少拉呀？啊。拉锁不拿，我干嘛去？你啥？我拉锁我去吗？嗯。你看我是干嘛去？杠头啊！真是。拉车的，拉我不拉呀？啊。我拉你拉茄子。拉茄子？这什么话这是？刚打菜市上来呀、啊！啊。拉了一车土豆的。拉菜的车吗？拉我去吧。啊。行了行，上车。啊，上车。上车。你知我上哪儿啊？就是。嘿，你上哪里我不老你、哦？你还出得了地球啊？这叫什么话呀？我上地球外边干嘛去？你也拉不去、啊。你说，你上哪里边？啊。西门脸。西门脸。
洗门帘，嗯，上车啊。打刚才你就叫我上车，上车。多少钱呢？得讲好价啊。讲价是吗？我还饿着你。嗯。我问问你，这是哪里？啊啊！你拉车，你怎么问我呀？他怎么不聊这是哪儿啊？这是鼓楼。对。鼓楼上洗门帘啊，上车远呢。远了。得嘞，你给两块钱呗。哪儿就两块啊？穷疯了。哦。这叫嘛话？什么叫穷疯嘞？要你说你少几元，这雇车的气我大爷啊！六大子要两钱给六大子啊？怎么说？要两块给六大子？不了，上车。对，来了。那我这可真便宜，便宜啊！不把这位折够了就万幸。一上车这就歪了。怎么歪的？哎哎哎，大车的，大车的，嗯，别往沟里了，啊、行。我在往沟里拉了、啊、我还没十八的能往沟里拉了，就是啊，你没十八我这怎么歪着了、啊、怎么歪着了？你上车我看看，这个不里有带，这个不里有带呀、啊、这个偏重嘛，你跑歪着啊，行了，怎么办？那五块钱我没带去。我吃多了撑的，就是啊，我六大子坐车给你五元买菜啊，没钱没钱，你凑合着啊！哎，对了，你等一会儿，干嘛？我找块砖头给你垫上。好，还满在打眼儿的，这受不了您呢。小砖头这垫着受得了吗？这是多硌得慌！我凑合着吧。啊，这位这手向着这儿，这手扶着这儿。干嘛向着？不向他，道不平整，总得凑车底下。哎，真是这样。我这车把咱端起来啊，我大一端这车啊。跟河标子的一面一面的，怎么净钻高不走远儿？您给学学试试。行行，就这这怎么这模样啊？他穿的是油靴，对，油靴底儿掉的，这坐车他受得了啊？他那一放这儿就颠。你瞧，知道我这坐车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我这要贴面的。真是这样，嗯，哎，我拉车的，嗯，我你老蹦什么呀？嗯，老蹦嘛呀，不蹦走不了啊。那个油靴底掉了，你没看系着了啊？不蹦带不起来呀、啊，使着劲带着呢。你怎么穿破油靴呀、啊？啊，穿嘛呀？嗯，想穿好的了得有啊。你瞅我穿的破呀？啊。把你那皮鞋给我穿，你这不抬杠的话吗？我皮鞋给你穿啊，瞅你这脑袋啊，你穿吗？嗯，瞅我这脑袋，嗯，你看我脑袋别扭啊，嗯、你给扶了下来，我看看，全是抬杠的，你要摸这个男子，你看。啊，这大爷，像你这模样啊，你看你说全你看模样的吗？啊。我也怎么了？就是你不是坐车吗？啊，你是想姑爷来的？什么话？什么想姑爷啊？提起你的德行，有姑娘也不给你啊？嗯、你什么？嗯，有姑娘不给我呀？你想嘛去？啊，给我我也不要啊？怎么了？我在老家饿死了呢。你就饿死了。受不着那么的啊，这不走着的吗？啊，你看看，又就是木叶不好的，嗯，长得木叶不好，对你有嘛不好处？真是，真是木叶不好，你不许不看呢。嗯，谁长得好看呢？嗯，唱戏的白双长得好看，咋的了你？都挨着上这个，咋的事情呢？走啊，啊，走啊！你看我站着了吧？这不走着的吗？嗯。走着你老蹦什么呀？快点啊，快点啊！车快我不快，这叫什么话呢？车快你不快，这得多人到啊，多人到啊！一天这功夫咱早晚到不了嘛。还算豁出去了。到底是嘛嘞？我有事啊，你有事你早不出来、啊，你要夜里两点出来我打不了嘞。什么关系？半夜两点哪找你去？我有急事。你媳妇给人跑了、啊，有急事，你要不打他，他跑得了吧？你看看，
太慢了你，这又太慢了，你看看又脚字儿又太慢了，冒犯啊！那汽车车你得坐得起啊，你也不看你那个脑袋长得跟个老虎似的，这什么话这是？六大字坐车你要多费啊！真是，你那里坐着我跟你拉着，你还不上算呢？啊，不上算，你现在拉着我呢？啊，拉着你，像话吗？我吃多了撑的，我多好吃。干脆我别跟着后气。啊，这坐着生气了，这位打一宿白也累啊。拿手绢一蒙脸睡觉了，睡着了，我这大爷拉起来没完了，睡吗？哎啊，多不容易，嗯，怎么不娘家呢、啊、那位睡着了吗？怎么了？嗯，呀，着的别睡呀、啊、嗯，脑袋是洗没灵了，我的这还不能着那么睡的，你瞧瞧，哎呀，这休息了吧、哎、你看看，嗯，睡就睡吧，你看你这毛病啊！怎么了？你看看睡觉咬牙好气打打嘴，啊，再打呼噜了，你看看还全管。可是你看，嗯，有早八点就拉，拉到下午四点半，怎么八个多小时？给拉的打开拉去了啊！一有凉风把这位刮醒了，嗯，一睁眼吓一跳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这嗯。哎呦，二大爷，你怎么把我拉坟地来了？快坐下，快坐下。哎呦，男的娘的，磕到了，磕到到哪儿了？磕到这个，真可气啊！这位扭脸一看，树上有个牌子，杨柳青啊，刮到杨柳青去了，三十里地出去。你瞧瞧，我那还问人家卖什么？这是脑袋啊，杨柳青。嗯。杨六雄，你着急走嘛呀？你不脑袋啊？我不洗脸啊？洗门呢？太是的，你不洗门呢？你上杨六雄走嘛呢？他是不洗门我哪来的嘛？就是啊，真客气啊！哎，我拉回去，不行，拿不回去了。怎么了？蹦了一下呢，五脏全翻个了。确实，哎呀，啊、老是拉不回去啊！你再看看，又学地儿钻木了，全蹦着掉了。这怎么回事？一天我饿了啊！我找地方得吃点东西去了。他想吃点东西，他找地方吃东西啊！您再坐火车回来，这多费事吧？是省钱小便宜啊！我大还没撞人了，这要撞人更了不得了。是啊，净挨打。哦、您说您大爷拉车撞人还挨打啊？这我拦你一句，刚才我跟你讲了，嗯，我们院里也有拉车的，那叫车法师，拉了16年车没撞过人，还别说他没撞过人，撞了人也挨不了打。怎么呢？哎，人家有一套话，哦，比如撞人了，把车把往那一放，人上外边来，这叫偷手。我站在车外边，哎。撞那位那个要好说话，先跟鞠躬。哎呦，对不起先生，你看你一慌，我一忙把您撞着，您听见了吗？这还得愿挨撞你一半。您一慌，我一忙把您撞着。你要不慌，你要不忙呢，我也撞不着你。真那么回事？后边有汽车响喇叭，我心里害怕。旁边那有三轮，这位老太太领着小孩坐车，这位一直催我，我心里慌，把您撞着了。你看撞的碍事不碍事？要把您撞中了，我领您上医院瞧瞧。我可又没钱。您看这，您坐车这位是您得说说啊。哎，坐车这位说两句好话，把这位打发走了。这是遇见性子好的。怎么这位要是打的呢？哎，他打他还有方法。嗯，他在车外边了。他这次动手，他跑这边来。这次动手，他跑这边来，他围着车转，打不着他。你说这是行业？哎，机灵啊！就是，我那也不行。你看，要是撞的人啊，挨撞的没气，他能勾一肚子气揍他一下。你看这学的，你大爷，老远就嚷，驾车把眼看要撞人了，是吧？快点！脚撞上，对，脚撞上，你撞什么？你这怎么得撞上呀？这就撞，就这下，那半截是扁的，到得了吗？在马路当间把这个撞的，噔噔噔噔噔的进药铺了。哎呦，那药铺里有一蓝柜没摔着，扶蓝柜，掌柜，我是怎么回事？跑进一人来，人家问问吧，先生，你买点什么？我说什么也不买。
那您进来干嘛呢？这撞的，撞的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扭脸出去了。那你大爷呢？真不含糊。干嘛？端着车把那等着呢。哦，你大爷都没跑。没跑。你看看这玩意儿。这个一看是一外乡人啊，不会说话。就是。给这台阶吧。嗯。我你怎么回事？啊，怎么回事？撞上的怎么回事？这不告诉你了吗？要撞上要撞上。我不去认识撞上的。撞你这是冤事。那别人全不撞，那么咱撞你？要是告诉撞你，你也得躲在脑里也就撞你。这个，他还撞病了。你任天一棒啊！你这还能说话呢啊！我天天撞那个全站不起来了，这天天撞。得嘞得嘞啊！这回撞的不重啊，下回撞重再说吧。满带后补的，这还拉主活了。这不说呀、啊，还撞这位能没气吗？一提就说吧。就是，这你还撞抡圆的过来了啥了啊？我在看挨打呀，怎么办呢？来家子把他照亮吗？就是，他拿车把藏人手，哎，你别跑人家。你这就冒险，你赶紧就说好话，你怎么办？慢点，你撞，藏了两下啊，挨撞的这位不打算来消气了。一会儿后边过来一位，啊，眼镜也碎了，大褂也撕了，抡圆的这嘴巴，就管我呢。哎，走冒险呀，赶紧走冒险啊！我撞他的就你冒险，赶紧有人打边。哎，干嘛的？什么？我看你面实的，那这脑袋夹过你，你这个人，怎么车精神了啊？回头一看，车上那位没了，是吗？这才明白，哎呀，你这个人不念着，你怎么下去？你混蛋！